沉睡的时候，在北方大地的荒原上，一个传说在密密匝匝的草叶间萦绕蔓延。一条风99个腾格里知命而生，名叫赤那的苍狼，渡过一望无际的腾吉斯大湖，与善良美丽的白鹿霍尔马兰乐相遇。最早的游牧民族，但光明总是伴随着黑暗而生，统治冥界的冥王觊觎人间大地许久，他利用900年一轮回的天象跃出冥界，企图吞并草原，一统三界。手握凝血来到这个世界，是长生天赋予我们的吉兆啊！啊，我们就叫他铁木真吧。
逆我者必亡，荼毒草原者必将葬身草原。许配给这个废物，哼！就算我阿爸不许配，将来我长大了也要嫁给他。那好，咬他！是我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凝血，喜欢吗？送给你吧。从娘胎里怎么带出来呀？这样带出来。阿爸说，如果是心爱的东西，就要这样紧紧抓住。那你会紧紧抓住我吗？白海清，你从哪儿来呀？胡楚楼战死，多带伤心欲绝，他的眼泪化为了一座盐湖，哭声传入地狱，惊醒了沉睡的冥王。Thank you.
天怎么了？铁木真，铁木真，阿爸，铁木真，哎，你阿爸战死了。包天，别忘了我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小狼崽会咬人了！铁木真，还我爸的金刀！还我爸的金刀！强者为王，适者生存，这是草原上的法则，你也该慢慢学得懂啊！今天我放过你们老乡，也算是对野苏海的一种报答。今后再让我们叔侄俩见面，可就不像今天这样了。铁木真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真正的男子汉了。去吧，到翁吉拉布把博尔贴取回来，不能让博尔之间的血变凉了。按照贵盘推算，
再有半个月，天鬼星就要凌日。地母之血还没找到。回大王，刚抓来的一批少女等待查验，我去把他们押进来。又让你失望了，我一定找到地母之血，打开地狱之门。我的王，只要你能永生，我心甘情愿。我真的后悔当初不应该为了称霸草原把你我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。无主，冥王，无主，不要忘了你我之间的约定，只有当天鬼星凌日，用地母之血流入封印，唤醒神兽，并打败他们，地狱之门方可打开。你已时日无多，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找一个人，如同大海寻针，谈何容易？怎么会是平凡的女子？定是要有倾国倾城之貌才配得起你。草原上自古以来就有一个部落，以盛产美女而闻名。文吉勒，文吉勒不？诺言，谢氏通报，各草原部落将在同济四敖堡聚会，一起商讨这些日子以来魔族出没、肆虐草原的事情。哎，布尔贴呢？哎，你还不知道他吗？每年金莲花开的季节，他不是整天整天的往外跑吗？还不快去把他找回来。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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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个老不死的，看你那熊样，我去！我跟你拼了吧！我去！我去！快去！啊！我叫博尔硕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咱们交个朋友吧，我送你一匹马。这个人呢，就没把你当成朋友，我们就不该救他。他把马看得比自己的命都重要，这朋友我交定了。老人家，距离离翁吉拉布还有多远？你若背着包袱，三天脚程；若是不背包袱，半天即到。你的意思是，
想用这匹马来换我的包袱是吗？他名字叫安兰，你可别小瞧他。我跟你说，包袱里面装的是我新娘子的嫁妆，不能换。好男儿志在四方，兼善天下。你怎么老想着娶妻生子？真没志气。你脖子上挂的是个什么物件？这个，说你也不会相信，是从我娘胎里带出来的凝血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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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翻过那座山，就是翁吉拉布了。来的，哈尔库，是你吧？啊，你是铁木真？你来我们翁家来干什么？我来娶我的妻子博尔天。就你啊，被狗都吓成这副熊样了，还想娶我们翁家来部最漂亮的姑娘？你看你这马脏兮兮的，我是不是骑上去能把它压折了？哎，
博尔贴，博尔贴，圣腾格里见证，今天我特学禅遵守诺言，将女儿波尔铁许给波尔之金氏野宿害之子铁木真为妻。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来见我？我发过誓，如果再见到你，我就杀了你。只要波尔铁，
波尔铁。你就是波尔铁啊？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。放了他们，我跟你们走。波尔铁，你若再莽撞害我族人，我会恨你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啊？放了他们，不然我怀你进尸体。波尔铁，博尔术今日与铁木真结为安达，我与博尔术今生形影不离，愿做他涉猎的小箭，杀敌的弯刀。饥饿时我为他捕猎，寒冷时我为他挡风，没有坐骑，我背他前行。让我找到了。真是把好刀啊！这可是我的夺胆，送我的定情之物，拿去。
刚才你已经杀了我了，下面就该轮到你了。我将用你的血打开这地狱之门。原来是你，是你在跟魔鬼做交易。我是和朋友一起偷偷进来的，我是来救您的。我是出不去了，我这副鬼样子出去又有什么用啊？你们两个赶紧想办法离开这儿，我们回去叫人逃离这个鬼地方。再不走大伙都得死。阿爸快走啊，一定要等我回来。
所有的人都会有危险。你说什么冥王？你在胡说什么？关于战神赤纳的传说都是真的。魔王要等天鬼星遮住太阳，打开地狱之门。你快回去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，完了就来不及了。我不管那么多，我要把你救出去。你救不了我，天木真，你是波儿至今的男人，我相信你，一定会像你的祖先一样，有办法对付魔王。八戒，八戒，走啊！等我，快走！我一定会回来救你。近日草原魔族异动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想必各位都深受其害。今日在此举办祭祀大会，一则祈求草原吉祥安顺，二则希望大家都能商量出一个应对魔族的办法。铁木真，你跑哪儿去了？阿爸，我见到波尔天了。哦，扎木合作员，好安娜，怎么样？现在还怕狗吗？哈哈，我的侄子，你真的长大了。你现在是草原上一只真正的雄鹰，我都认不出来你了，叔叔为你骄傲。那些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，哪是我们这些凡人能抵抗得了的？如果一旦结了盟，招惹了他们，到头来倒霉的一定是我们自己。怎么会呢？单说强掳草原少女的事，叫人如何忍得？你是在说你自己的女儿吧？你，铁木真，你说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昨日我潜入炎魔国，见到了我的妻子波尔天。他说魔王会在天鬼星凌日那天，开启地狱之门，放逐冥王。那些失踪的牧民，还有不二叔的阿爸，
都被掳去了魔堡。多亏了胡伯言伯伯舍命相助，我们杀了几个魔兵才逃了出来。如果我们再任人宰割，灾难就在眼前。相传900年前，冥王曾经跃出地狱，是不尔至今的战神赤那，与苏勒定为号，大战了3天3夜，才把他打回冥界，保全了草原的安宁。我去，听上去好可怕呀！那只是个传说啊。一个捕风捉影的传说，有谁亲自用自己的双眼看见过？难道仅仅凭借波尔汗山顶早已锈蚀千年的苏勒定吗？塔里胡台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你腰里别着的是耶稣派诺言的金刀，都是博尔之金氏的男人。你怎么就不好好学着该怎么敬畏自己的祖先呢？尊贵的扎木合诺言，我正是敬畏自己的祖先，才不愿眼睁睁看着无辜的子民命丧虎口。男人可以鲁莽，但愚蠢不可以。今天受苦的是我的妻儿，明天就是你。听着，说到底你不就是为了你老婆吗？犯不着让我们一起去送死。退下！都别说了，结盟与否事关生死，绝不强求。那不是你的白马吗？萨满大人，铁木真，萨满大人，前日多冒犯，对不起。你知不知道，怎么可以杀死魔王，把魔堡里面的人救出来？世间万物都要听从长生天的旨意，我又如何能做到？铁木真，你知道为什么白马选择你做他的主人？因为你眼里有火，心里有光，能照亮黑暗中前行的路。还是我一手毁了你的新婚之夜，怪不得你这么恨我。既然落在你手里，那你还是杀了我吧，我宁愿为他去死，不许动我的铁木真。传说铁木真他骨子里流的是战神赤那的血，你说他能杀死我吗？他会和他的祖先一样，
我真希望他能把我送入地狱。我痛恨这个世界，他让我不可生也不能死，让我跟我心爱的人阴阳分隔。我要亲手毁了这阴阳两界，我要让地狱永存人间，让人间变成地狱。放心吧，我绝不让你们遭受我的不幸。我会尽力的成全你们，让你跟你的铁木真共赴黄泉，永不分离，知道吗？跟自己的心上人同生共死，这才是幸福。你真以为你能杀得了铁木真？是谁包庇了铁木真？是谁包庇了铁木真？住手！是我包庇了铁木真，帮他逃出了城，和他们还有我身后这些人毫无关系。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。大王，忘了他们吧。看见了吧，这么多人有现在这个下场，全拜你的心上人铁木真所赐。不过我可以给你个机会，只要你亲手射死他，其他人我可以既往不咎。姑娘，你看看我的样子，活着还不如死了，你就送我一程吧。凤剑呢？你可以让他活着，但是他所犯下的罪过，那些人必须要承担。这就是解脱。今日在此举行赛马大会，如果铁木真胜了，那就是天意，各部落
必须出兵。我们就可以救人，你没有波尔提，还有那么多女人可以找，可我只有一个阿爸，我一生只有一个波尔提。田伯仁，靠你一个人是救不了波尔提的。我自己的事，我自己负责。什么？等会儿，都听着。田木真和我是过命的安打，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所以魔宝我是确定了。有愿意来的，从今以后我也认你做过命安打；不愿意来的，绝不勉强。阿里胡台诺言，你是铁木真的叔叔，亲人有难，我相信你不会坐视不管的吧？走吧。铁木真，调马鞭可是不祥之兆。走，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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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枪，回来！你疯了！铁木之，有诈。什么？我不会让你得到一滴血的。
留下，把他留下了。山里，身体回到草原。阿兰，
岸上。世间万物皆有因果，任谁也不能独行其事。田木真，这就是你恣意妄为所付出的代价。决定草原命运的时刻终于到来了，田木真，你敢不敢担此重任？遭大难了，我的部落要南下了。扎木和诺言，请多多保重。为了救我的妻子，一意孤行，连累了兄弟们，连累了草原。我愿意接受一切的惩罚。扎木和诺言，是他。贪生怕死勾结魔王，山谷的那一战，根本就是他设下的陷阱。去吧，耶稣害得尽到，我命不副时，把它还给你。一个连自己主子都敢出卖的人，还有
什么事情干不了。啊！你们几个也罪该万死。作为仇人，我本应该杀了你。作为草原的叛逆者，长生天也不会容你。我可以选择第三种死法吗？让我死在战场上吗？说到底，我也是草原生养的，我不愿意让我死了之后，我的后世子孙再背上万世的骂名。天鬼观日快到了，我们的草原危在旦夕。如果你们放弃抵抗，魔兵的马蹄就会无处不在，到时候你们还能逃到哪里去？背井离乡，浪迹天涯，现在踩在我们脚下的是世代养育我们的土地。在这片土地上，不但有我们的亲人朋友、森林，还有数不清的生灵。难道我们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毁于别人的刀下吗？过去的我一个人是一个队伍，今天我希望一个队伍变成一个人。马鞭拧成一股才会有力量，我们必须团结一致，共同抗敌。我将以苏勒定为号，赤纳的精神为旗，带领大家赢得胜利。Thank you.
准备。砍不掉的枷锁，就算我们拼尽最后一口气，我们还有打不倒的身体，推不完的意志。草原的兄弟们，高举你们的武器，拿出你们的勇气，把我们的鲜血洒在这片草地上，向我们后代的子孙永远记住我们的名字。
该实现你的诺言了。你还会跟我一同反击？那是你的事，还我夺胆。Thank you.
不尔天，不尔天。
战。Hangai mura lutta, gebi chiji jai ni yasta.